王建民还没上来投球哎、欸，我的投手通通都还没上来，他就给我这样子，我的心好痛啊！他会不会等一下就把账号砍掉了？哎、欸，各位，我觉得楚劳特没有老兵呢、欸，用起来有点弱。怎么办？还是要中间手放 Williams， 左外野手放陈金峰嘞？问你中外野，当然中外野如果是凯沙诺，那你的右外也要？哎、欸，我看中外野，那 DH， 那变成你要一直吃98年的加成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照这样子来看哈，你看，如果是照，你说我们要放强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中间手，凯沙诺，对吧？好。那如果说今天要换单年度的话，变左外也要给谁？左外也给，对啊，左外也没有人哎、欸，各位，左外也你就变成只能给强尼戴蒙，强尼戴蒙。如果你要转其他年度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什么东西感觉快出来了？我打了，各位，我刚有打，但是我被弃权了。你看哦，如果我今天要转年度的话，哎、欸，其实也不用转年度哎、欸。但我这边佣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其实还蛮多投手的。说不定可以用98一直投了，来再打一次，友谊赛自由频道。嗯，全荧幕视讯为什么要全荧幕视讯？对啊，这样子没有快传、欸、如果左外野、中外野、中外野放 Williams。这样看起来，其实好像还是兄弟的自由频道的先发的纸卡是比较强一点，对不对？目前没人了。糟糕，太晚了，没有人要打了。重试。哎呦，收到了。97年没有俱乐部哎、欸，这个人没有俱乐部。Man 逼狮子，第一次看到。喜爱棒球，热爱棒球，没有棒。看一下他的阵容啊！哎呦，各位，他、啊、这个你看，他是金卡，然后中间有紫卡，其实这个阵容也不弱。他弱的是他的资源没有办法完整，对不对？97也是很强。野球时代有想要跟我讲什么？你打断我看不懂，他用是谁？佣兵的巨怪啊！糟糕，错赛，这是什么 leg？ 哎，他是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不懂哎，是 leg 吗？他刚左外也不是扑出去，没有接到吗？
的奇怪、啊。哎呦，怕不嘞？哎呦，他还会移法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凯撒诺素质是不错。害怕，害怕。好快哦！哎呀，没人救 ，shit！ 呼呼呼呼呼！这球有了，嘿嘿，舒服啊！捞到了吧，这球漂亮了吧，出去了啦，杠，耶，干，ERA， 这球也有了。捞得漂亮，再来一个史密斯，哇，糟糕，要弃权了，抓塞！你如果不弃权，我称你是真男人。哦、没有弃权，换一三，现在是转一三吗？哎呦！王建民，哎呦，好久没有看到王建民投球，各位，王建民，王哥哥，有没有看到 ？S 大师王牌，王牌声卡 V 二缝，来投看看哈、哦，看一下好不好打。开始哎、欸！怎么觉得很蛮好打的感觉？他为什么不能把王建民做强一点呢？哎呦！哎呀，陈金峰哎、欸！太强了，这个跨年回来，有人去跨年啊、哦？去101吗？在乱回，哦，直接塞进来，措手不及。漂亮。推打，
真心觉得王建民其实有点弱。好像蛮好打。说不定可以用兵呢、欸。觉得杨基其实可以用兵先把他投手。不然用王建民的话，其实真的弱了一点，比陈奕信稍微还弱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要嗨？要嗨呀、啊？怎么嗨呀、啊？就打球啊，怎么嗨？等改天买包的时候再叫他看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哦，这怎么嗨啊？哇，这一球，哇塞，还没打就全垒打。需要这样开吗？几点了？哦，真难打。女孩子通常就不太喜欢看棒球，她会觉得很无聊。可是看得懂的哈，就会看。像看老板台的，大概有98%都是男生，而且是介于18到24岁之间。有没有在这个 range？来个盗垒一下，因为他应该没有在看实况，而且他没有捕手快传。哎呦，他这是有点慢的，他叫变捕手慢传。郭宏志，觉得很快哦，吼吼，怕无啦，哎，厉害啦，各位，我的王建民对天，可是我怎么感觉对天好像还是很好打的感觉，看得很清楚那个球路，半边都是直卡，二垒游击，二垒游击，三垒。叫了暂停，不知道干嘛，说不定是讲电话。那等下没换人，你看，没有换呢。他转13，他转13同一师。可他为什么要把纸卡换下去？实在是不懂。各位，你们觉得这王牌正卡强吗？跳啊！失误啊！跳接失误，中间手跳接失误，哎呦，没想到还有这个局面呢，我还真的想不到，中间手跳接失误、啊，他刚才喷射球，跳接失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王建民要换，先换个李维拉。
快吧。哎呦，有碰到哦，但是我 Ara 传的厉害，现在是98的加成。火沙打的缺点就是速度太慢，其他看起来都还 OK。 哎呦，这怎么打的？这我自己怎么打我都不知道。哎，突袭一颗，要小心啊！金币声卡，这是一个好球。金币声卡搭配西变，其实还不错。刚好黄皮羊的防御力其实蛮低的，就表示用黄皮羊其实还是有一定压制性。哦，碎碎碎！喂，好球！吼吼，这球打得很漂亮，还好还好。还好接到，有了。哎呦，猜到，哎呦，被他补到了。哎呦，我的凯撒诺两 K 呀！哦，五局下半，继续用火力。打得漂亮，好，换投手，有危机就是换投手，玻璃剑谱，怎么样？阿德，好快呀！哦，推进而已，推进三垒，三垒有人。
哦，推到哦，六局上半哈、哦。第一局得了四分之后，后面就没得分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我开始有点松懈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s. 漂亮啊，漂亮！都不知道怎么捞起来。哎呦，好快！他的球太快了，水水水，忍住忍住。哦，逆风啊，逆风就飞翔了、啊。充分休息，最佳状态。其实郭李健夫的这两个潜力真算不错。螺旋球。内角，哎呦，又是一个喷射球，他每一球都打的都会喷射出去，很强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一球扑的厉害，这球，因为这球是不小心按到。点放，傻傻，这球要得分了、啊。倒了一下哈，成功。各位，去做牺牲出击看看，点哇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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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球把三垒手逼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二垒炮就上三垒，这一球就点得漂亮。那现在只要一个高飞牺牲打就得分。所以追加一分。有了，锁定一个外角球。中了，猜到了，猜到了，考鬼，考鬼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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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出局哦，一二流人，现在轮到今天打击表现非常火烫，凯撒诺，有了，哎呀。
下掌心球哦，掌心球。哦，这球打得也漂亮。捞得漂亮，又出去了。哦、各位不简单呐、啊，不简单呐、啊，这个。我最近用贝比鲁斯表现非常好。他换郭靖去。
吉阳比。投手也可以换这样子，力量极上。刚刚这球 timing 我觉得不错。其实这张纸卡好像没有很强。哎呦，哇塞，这一球 timing 好，也不简单啊，白框顺风直接出去，那压满 timing 不错，这个厉害啦。今天的鸡腿也是五个打数，四战打。这个落点起家，谁？四个打，结果反而是凯撒诺没有表现，觉得还是不要带凯撒诺，可能成绩碰不出。康尼克，星星卡134，康尼克。亮点来，亮点，亮点！碎碎碎，靠鬼靠鬼！这分算，这分算，眯的，看一下啊，眯的。因为我这个姿势是用谁，我自己也忘记了，蛮帅的。三振，哎呦，这一球捞到哦！喂，碎了！哎呦，这是最后一个人。被打安打，这应该不是沈玉杰。换投手再换，持续换。用酒吧投完，看一下哈、哦，罗伯森。那这样子的话。左外野没有，左外野，左外野的话就给强尼戴蒙守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换成一个2014年的单年度。哎呦，哇塞，这一球被他推到了。好，换换换，走马换将。2006年、1996年，韦特兰德。好，来。
三振，没了，得到一个小圣诞袜。对手的强度其实不强，所以这场比赛的打好玩而已。